Hello， 我是李超叔叔。我们来做一个好玩的演示啊！我现在拿的是一把木吉他，但是我装了一个电吉他的效果器，然后连到 DI， 然后连到这个小盒子，再连到手线啊。然后这个里面它附了鼓机，然后有几百种电吉他的效果。那我们来做一些测试，然后你听听看，一把木吉他连电吉他效果器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好，好，一号。六号。